买个邪石，我攀升学的什么？攀升移速有点快。 跳兵干嘛？跳兵我就不怕你了，抓死。 没事，他这个基本废了。他打乌鸦买多兰剑，电条也是要好的。回推线。 他们在干嘛？啊，这啊！你们在逗我笑吗？今天是愚人节。 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 相比我们不了解的事，搞节目效果，<笑>他们是觉得主播播的太累了，再帮我搞一下节目效果，可以。那给哥们整无语了，我操！耐心是一种美德，但是限度。 开了几跑了？我这不听到有几跑的声音？还是开了几跑了？是的，开了。那太搞了，我房子四个头，有点肥，有点小飞。开了，开了就是开了。 先买这个吗？其实我想先，哎，算了，先买这个吧。我等下我怕的皇子来弄我，我要肉一点。我这鱼一下停一下不停的，我一下停一下不停。4点多就去卖胡辣买胡辣汤，应该是炖好的吧。
一般早餐这种，他起的都比较早。胡辣汤好喝。在打台风没了。雨季，海南9月份都有雨季的。 哎呦，这潘森被恶心了，恶心坏了！他怎么过来？他叫人了吗？这杰斯应该也是回家的。 好恶心！他三层那个开个E会有加速，对，杀不死他，给他跑了可以。应该先开大，开大之后脚底放 W 减速他，减速他了以后我们再大招炸了之后再用E。 别，你回中路，回中路好一点。可惜，被偷袭了。这兵线运气有点差，好像是我的。 我的那个对面的那个远程兵线死，导致兵线回推。不过这笨蛋应该上来会推线的，这线可以控住。其实蓝牌伤害更高。嗯。 刚刚主要没大，这个潘森他居然敢蹲我，他刚刚在那里，你要干嘛？哇，你找死！其实不用那个，It's OK，It's OK。 Hello， 王子你在哪里？换线是了。
妈，我今天我就杀你！我操！今天我就杀你！没打到他，杰斯好笨，是把人推开，推开就不好那个。 一换一，对面上路自爆，他跑下去吧，没事，自爆自爆。五位的没开灵石，杰斯出的幽梦，他不来上的，你让潘森去中路，他游得动。准备好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 海南清补粮是什么？好玩，好喝，好喝的，很清凉的哟，这什么意思？来晚了呀，可能他还有点危险。 这把能起飞不？这把能不能起飞？好像有希望。谢谢小王建模的办卡。 三亚后海吃饭死贵死贵，三亚哪里吃饭都贵，哥们，不是后海的问题。你去亚龙湾，你去海棠，都一样的。都说都是旅游城市的，吃饭能不贵吗？起飞，但又起的不是很飞。 我的大招太快了，兄弟！对面没有能杀我的，对，基本没有，杀不死我。他们的阵容我来个冰心就直接废了，操，真硬！
最爽的还是我到头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完了，对面投降了，没得飞了。哎呦，哥们还没开始啊！我这波出来，他们就结束了，完完全全结束了。